我在跟他讲话，你在那边插什么嘴啊？我说你恭喜你爷啊！我说你可以不要买，没关系、啊。你现在给我搞了半天，就是不让我买东西了。只是请警察保护我们的安全。保护你个呀你！我跟你拜托一下，你卖干涉我。你买啊！去买啊！爹，你现在想怎样？基本上我们大业会要提高保护自己安全，是不去太就是没有监视器可以录到的地方。